睡着了。我怎么每次碰到他都犯困？第一次在天台上，第二次在大巴车上，第三次在泳池。说吧，多少钱你能不纠缠我？停，让我再说一次。啊？来吧，轮头，轮头，轮头！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病有可能不止失眠这么简单？我建议你去查查这儿。你帮帮我！我之前听过类似延续的这种案例，在科学层面还没有权威的解释。我先要采集你们日常相处时身体的各项数据变化，需要你和延续同居。同居？根据入职协议第135条，乙方卢恩同必须每天晚上主动拉着甲方送延续的手，待甲方睡着之后方可松手，否则赔偿加倍。这哪里是什么入职协议啊，这是卖身协议吧。轮头，努力打工，早日还钱。我一定会再试一次的。他刚刚是不是想亲我？宋延勋是不是傻呀？所以你今天的实验成功了吗？还差最后一步。